Friday。人家就看着网拍的衣服眼睛发亮，你是看着助听器唉声叹气。陪吃饭也不是多么高尚的事，反正赚够助听器的钱我就不做。人家客人要你干嘛就干嘛。你宝，有一群流氓在抓我，快点来救我，不能报警啊！你宝，你打给老 K 好不好？陆一峰有求我的时候。Friday。